是中辣的雾鸡爪，我儿子最喜欢的辣度。好嘞，好嘞。一到这个辣度，他就特别的开心。今天我俩一起吃。哎呦，别拉住盐喽！没事儿，你先吃第一口啊。我再来吃一口。你咋没嚼？你为啥没嚼你就咽下去了？嚼嘞！我没看到你嚼，那还来一口吗？你给我嚼是你那啥？没看到你嚼，我就看到你咽下去了。好不好吃？这个中辣的辣度，孩子都能接受。他平常都是一点辣的都不吃，这个鸡爪他自己500克的一顿都能吃了了。拍的越辣越好吃，我觉得。特辣的也没有多辣。这个是冰冻荔枝，提前扒好的。我要不吱声，你能看出来这是啥吗？小团子又来了，生小团子，它里面好像是有包包珠的，扎吱扎吱脆的那种，能咬的，真的对这种糯叽叽的东西真没有抵抗力。今天我自己吃，我吃个特辣的酸辣雾鸡爪。其实特辣的真没有多辣。我觉得更好吃一点。太爽口了。这个粘上去了吗？这个颜值可真好看。坏了！生巧福团又来了，这个是盒装的，其实它里面都一样，散装的跟盒装里面都是一样的。是不是看着就好吃？
外面一层可可粉，然后是糯米雪媚娘的皮儿，中间又夹了一层，中间又夹了那个生巧，然后里面还有包包珠。这个口感真的很好吃。这是我昨天刚到的辣拼糖，我这次又买了挺多的这个辣拼糖。那这个好像，你看，有的汤好像洒出来了，坏掉了，挺多坏掉的。你看这个，这个，你看这咋了？我那额头上。是昨天贴那个散热去热贴贴的，贴过敏了。昨天浑身疼，是真疼，就是状态好很多了。晚点不知道能不能再起烧了。